试试看用发电的方式讲哦，月票怎么发电呢、啊？要立即下载本坏星穹铁道，好好的把柳莺玩在手掌心，让它好好享受你那浓稠的大岩浆啊！应该是这样吧。你如果真的要用的话，萨姆吧，因为萨姆基本上每天都有保养，对，我都帮他每天保养。对，怎么保养哦？就我都会帮他用那个机甲润滑液，对，因为他有时候那个机甲会卡损，我会帮他们好好的维修。然后他再帮我保养。我们在萨姆的驾驶舱驾驶流音的驾驶舱啊，对，流音的驾驶舱需要一个操纵杆来操控它。我这边一定要讲一件事情，萨姆里面的空间真的很小，真的很紧致。你如果要跟流音一起待在里面，你势必要牺牲一些空间。你把整根岩枪带进去太大了，太占空间了。你应该要放进流音的收纳空间，而至于它收纳空间在哪里，两腿之间，这样子不好，对，流音感受不到。你要就进去萨摩里面，跟他度过一个夜晚，对，要、啊、怎么度哦？就读啊，不不不，驾驶舱过热，一定要排水，不排水的话，温度过高，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好好的驾驶了。对，你要有相应的冷却系统，那冷却系统是什么哦？就排水啊，那、啊、怎么排哦？那可能要问流音哦，因为冷却装置是装在他身上，我不知道流音的出水口在哪里。你可能要进去驾驶舱里面一探究竟。对，我知道他很疑惑，为什么要检查那个驾驶舱？有的时候过热会对驾驶舱内部有受损，所以我们进去是检查哦。对，我们进去检查哦，高温的出水了就正常嘛，就散热嘛。对，还有灭火器，有的时候真的温度过高没办法散热，可能会烧起来，流音可能会开始闷烧。你们可以用你那粗壮挺拔的灭火器，喷出那浓稠。